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各地新闻亲自报道，欢迎收看《凯阔大中华新闻》，我是吴小文。今仔日是新历1809年6月19日，古历是闰4月28日，礼拜五。新闻一开始，咱用30秒来关心今仔日新闻焦点。中华县政府结合民间的力量，赠送端午礼金、民生物资和关怀300位经济避难户，现场也有就业媒合甲社会福利申请补助。文化部长李永德19号参访台语文化园区，彰化县40个立委全程陪同，来了解母语的文化传承状况。国际狮子会300C3区新设立的爱树家狮子会，捐出50座机车的停车记录器，和彰化警察局保障环境执勤的安全。彰化县政府整合县府的资源和民间的力量，赠送端午节的礼金，也有民生物资，予县内300位经济避难户。现场也佫提供就业的媒合，以及相关的社会福利新班。透过社工佮村里长的轰炸，全县300位经济避难户，一个一个收下由县长王惠美亲手发放的端午礼金。县长一个一个发放礼金，看到妈妈带囡仔来领物资，王县长是特别来关心，搁较替因加油打气。安尼几个月？几个月？几个月哦？哦，恁这老大呢？哦，老大。县长王惠美表示，民间企业的捐款佮物资，经由公益串联站的整合，准备520个礼金甲民生物资来发送予经济边缘户。端午节到啊吼，啊确实咱社会上嘛有一寡咱的边缘户弱势的一个朋友，那伫遮真来感谢，咱有企业、有个人啊、有公司，因拢啊真来关心咱的这个啊弱势朋友，有人出钱，有人出肉粽，有人出物资，有人出物料吼，啊，予咱的规个这个啊端午的这个啊关怀弱势会使真圆满吼，那伫遮啊。包括咱一寡业务的宣导，咱的就业的辅导，也都利用这个平台哈，希望能够帮助我们这些弱势的朋友，能够呢走出他们的这个不如意。王惠美进一步指出，县内目前设有23个幸福小铺，主要是整合物资，以民生物资补充现金给付，让民众的爱心会当发挥予需要帮助的人。端午快乐！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后礼拜就是五日节，县议员林根仁举办端午节的活动。志工一透早就伫咧服务处无用白肉粽，准备送到河滨警分局甲消防局为警消人员打气。另外，伊嘛提供河山新地区弱势民众来领取。后礼拜就是五日节，县议员林根仁提前举办庆祝活动，一透早就大批志工聚集伫服务处，无用咧白肉粽。咱个过几工啊呢，就是咱个端午节呢，咱服务处呢，响应着这个端午节个气氛呢，直接甲今仔伫服务处，有来包3000粒个肉粽吼，要来送一挂弱势团体，甲咱警察局，甲咱消防队吼，嘛，但服务处这边再甲，希望咱河滨个居民呢，来再甲享用肉粽吼，来吼咱武汉个供应吼，一只个嘛，搁送予咱遮厝边隔壁吼，这是阿林呢，连续第6年呢，一只个举办吼，咱庆端午的节日啦吼，尤其是今年的原物料呢，拢有来起价啊吼，包括香菇包括遮猪肉拢有来起水啊呢，咱嘛不少种子呢，来响应这个气氛吼气节。有的人负责洗粽叶，有的人负责串料，有的白粽，有的炊粽，大家分工合作。因为原本只要包30米的粽，但是怕不够本，最临时又加80道，总共要包4000粒的粽。两点来清理洗米啦，安尼啦，早上款物件，早上
好，五点就去买菜买来用安尼啦。买啦，这咱做这志工真欢喜啊！买啦。关于万宁工人表示，即款肉粽会分送到河美警分局、甲河美消防队，另外也会予河美、新港、山西地区的弱势家庭来领取。林工人议员也讲，除了替经销人员打气，佮关怀弱势以外，肉粽也甲附近的厝边分享，甲大家拢有过节的感觉。台中华新闻叶芳如河美采访报道。文化部长李永德19号特别前往八卦山顶的台语文化园区来参观，包括黄秀峰、陈秀宝、谢依芳、甲陈素华等彰化县四席的立委嘛，拢全程陪同。这届行程主要就是要来了解文化部伫咧推动母语文化传承的部分需要加强的所在。文化部长李永德就任以后，头一个到地方参访的行程，就选择咱彰化台语文化园区。是为彰化县一个立委嘛做回来，要来了解台语教育，甚至是整个母语文化传承需要加强的所在。我第一次接文化部长之后，第一次的外访行程就来到我们彰化来看看我们的台语文创园区，那么看看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文化部跟地方上一起合作，然后跟园区一起合作那么对于台语文的推广，而语言本来就是爱为生活当中来做起。李伟黄秀芳嘛，呼吁家长，囡仔伫学校拢讲国语，伫厝内一定爱习惯讲台语。所以咱伫厝内底，咱爱教咱的时势，教咱的囡仔为家庭开始都爱讲台语吼。阮家讲台语，咱台语会当为厝的为厝的甲到社会吼，为厝的开始奠基。咱希望讲，甲这个文化吼甲传承下去。另外，李伟下伊方也讲，咱中华精神。不过在文化方面是相当丰富多元的，特别是在台语文化顶头。八个音啊，三、四、五、六、人、二、边、直。还有八音，因台南、高雄即马拢存七个音尔，加咱中华还佫有八音，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地方。咱中华啥物拢散，不过咱的文化、咱的传统。李永德强调，语言是所有文化的基础，希望未来会搭甲园区合作，做伙来推动母语文化。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新港在地新兴企业新人捧职，特别捐900箱智能瓦，予河美警分局体贴基层员警长时间执勤的辛苦。大家好，我是黄宣荣医师。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除落实个人卫生防护措施外，可多前往配合防疫措施的店家消费，享受生活，促进经济。民众外出购物时，请务必配合业者的防疫措施，例如量测体温、清洁双手等。另外，购物过程中请与他人维持 1.5 公尺的社交距离，或全程佩戴口罩。选购商品时，避免用手重复触摸商品，以维持手部清洁。结账排队时，与其他消费者维持适当的距离。购物结束后，最好可以用肥皂洗手，维持双手清洁。迎接防疫新生活，守护健康不可少。有东方万圣节之称的鹿港顶番闹元宵，今年首度扩大举办彩节活动，热闹非凡。富有盛名的白沙坑银灯牌，至今已经有192年的悠久历史，璀璨夺目的各色灯牌让白沙坑宛如一座不夜城。半线轨迹带您体验深具文化传承意义的元宵庆典。
现在收看的是大中华新闻，我是小文，明仔是拜六，也是旧历闰四月二十九。根据咱的通知记载，明仔在位伫东南平，好时是透早五点到七点适合开始。另外有啥物禁忌提醒，做伙来关心。国际赛事会300C3区伫顶个月才新创立，包括捷林、爱数家等赛事会。其中爱数家赛事会就马上执行社会公益行动，因捐出50座奥多麦专用的行车记录器，互彰化县警察局协助基层民警伫咧执勤的时阵，搁较有保障。警察用的巡逻机车前后拢装上行车记录器，基层民警讲，安尼会当大大提升执勤的便利。骑车的话会比较好找到证据，就是说最违规的话会比较更安全，对，比较不会说找不到人，然后你就要烦恼说还要调东调西，调东调西的那件事情。对，就因为巡逻机车的行车记录器还未列为警方的标准配备，才拄成立的爱数家赛主会创会长知影以后，就率先来捐出50组。也希望有更多企业和社团来响应。我们知道最近美国因为警察这些公安事件造成游行上面的暴动，所以呢更加强我们在这方面认知上的加强。那非常开心呢，今天在西山区协同301西山区在2019-2020年度呢一起来办这个活动。除了行车记录器以外，国际赛主会也利用总会的补助款来做社会公益，替红岛老人基金会来买新的交通车。台湾基金它有一个回拨款，是说我们的分会所捐赠的一个15%的回拨款。那总监大人大量哈，愿意把这个回拨款捐给红道老人。我们红道老人是帮助这些老人哦，这个后面有人照顾，有一个安稳的。事实上，国际赛主会300C3区，也就是彰化甲南投地区的赛主会，这几年以来社会服务做了真多，公益绩效更加是得到国际总会的肯定。那么今年度1920的每一位师友，大家都很用心，让我们今年度社会服务呢荣登了全世界的第一名。大家的努力，大家都看得到。谢谢。赛主会总干强调，积极在做社会服务甲公益活动是赛主会的宗旨。也真感谢新创立的赛主会，这么紧就来投入公益活动，让爱的力量不断延续下去。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新港乡在地爱心企业新人捧职，体贴基层环境，执勤的时阵爱徛久、行久，容易出现足底筋膜炎的症状。所以19号早起，新人捧职是特别关键900项的智能化，和和平健康局来减轻环境执勤的疲劳。一双好的鞋子可以让人上天堂。新港在地爱心企业新人捧职董事长白灿盈看到基层环境因为巡逻店勤务常常都要徛很久，也是走很久，造成乘客的负担，因此白董特别关心900箱的机能鞋子和和美健康局。因为最近天气也热，然后我们和美在地的品牌也是在外勤务比较多，那我们在想说我们要做一个我们要赠送一个机能袜，然后帮助他们排汗，然后透气，然后减少腿部的负担。感谢深能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白灿荣先生，他为了抵恤我们警察同仁执勤的辛劳，特别请协力厂商制作了健康机能袜900双来分送给我们分局每位同仁使用，让同仁能够穿着的舒服健康的袜子来执勤，减轻同仁脚部的负担。那今天很高兴，那个深能纺织董事长的儿子白佑成白先生他同时也是极致健身中心的负责人，来代表白董事长来这边做捐赠。那白灿荣董事长是一位热心公益的企业家，经常出钱出力回馈乡里，并表示警察是一份劳心劳力的行业，期待
永远作为警察同仁强而有力的后盾。极致更新中心业者白佑成，这次代表父亲到河滨警分局参加观景仪式，也讲到因为最近热天高温，日头上炎，佮特别准备防晒乳，要好厝外穿的环境会当使用。多中华新闻也丰富，河滨彩虹报道。彰化市和台中市只隔一条大道溪，不过两边的房地产市场是天差地，很多彰化市民选择去台中市买厝，相对会影响到彰化市房地产发展的空间。包括建商和房仲业者也说，彰化市的不动产未来发展性是绝对袂输乎台中市。不是假日，建安尼只台所嘛，只会当透过预约才会当参观。不过一透早已经有几啊组消费者来看厝。少年翁仔某要买厝，首先考虑的也是交通甲囡仔的就学。第一个当然是会挑地点，就是生活周边生活机能要有。那因为我们有小孩，所以一定会考虑小孩学区的问题。那再来就是我们工作会需要它的交通便利性。卖厝的业者表示，彰化市的房地产有真大的成长空间，因为彰化市是一个旧城区，要找地起厝无简单，只要落草好，厝一定会起价。物以稀为贵的一个区块，第一，彰化它的建地难取得；第二，我在彰化找到一个100户的社区，这也是很困难的；第三，我要找到有个捷运绿线即将开通的一个区块也难取得，那在交通它绝对是势必可以带动区域的发展。建商指出，即卖消费者要求真多，有诶真好比较。过去诶建案强调地点，即卖搁较爱加入健康诶因素。做些树林诶，即个咱诶公园啊，会当互咱民众啊，比如下班啊，啊是讲空闲诶时阵啊，会当伫遐。吸收一寡分多精。房地产的专家提醒消费者，未来彰化市的房地产阁有真大成长空间，特别是彰化市北区甲东区，除了台中捷运绿线沿线，都市计划嘛是可以期待。大彰化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十九号早起，河滨高中有600多位毕业生做伙来庆祝毕业的日子，嘛祝福这群毕业生迈向人生后一阶段顺利成功。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加护医学部及感染科医师杜汉翔。身为第一线医护人员，防疫期间需要面对很大的心理压力，我们可以怎么做？一、自我察觉，观察自己是否有身体、情绪或生活作息的改变，例如头痛、情绪低落或失眠等症状。二、自我维护，在轮班的情况下，还是要维持均衡饮食、适度的运动和足够的睡眠。三、自我修复，接纳情绪，肯定自己，常做深呼吸，放松身体，做自己喜欢的休闲活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互相依靠，给予最及时的鼓励，一起对抗疫情。谢谢第一线医护人员，也请大家给我们辛苦的医护人员加油。彰化市一间家传烧肉粽，遵循上一辈传统做法，靠着真材实料的正统古早味，吸引大批饕客闻香而来。还有彰化市这间老字号的蛙柜，是许多在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回忆，更在农粮署举办的全国最强蛙柜争霸赛夺得季军佳绩。彰化小时光，邀您细细品味在地美食。您现在收看的是大中华新闻，我是小文。六月是毕业的季节，河滨高中19号来举办毕业典礼。高中、国中进修部甲补校600多位毕业生聚集伫咧大礼堂，接受大家祝贺，准备展开因人生的后一阶段。
合璧高中19号举办毕业典礼，来自高中、国中、进修部甲补校，总共600多名毕业生聚集做会，在师长的祝福之下，要来踏上人生的新旅程。校长在这边预祝今天的所有毕业生都能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同学们，未来会有更多的挑战在等着各位。今天的毕业并不代表结束，而是另一个挑战的开始。期勉同学朝着自己的理想与目标继续努力，继续加油。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我们和美高中108学年度的同学的毕业典礼。那么会长在这边也祝福各位同学未来能够展翅高飞，然后一飞冲天，那祝各位同学鹏程万里。家长会、校友会、各文团以及地方属性，大家拢真踊跃来参加和美高中的毕业典礼。馆长王惠美也特别出席活动，肯定和美高中的办学成果，以及期盼毕业生会当登时高飞。除了祝福大家毕业快乐之外，也要期许大家，那希望大家毕业之后也能够保持着这个积极进取的精神，全力以赴，逐渐实现我们自己的一个理想。和美高中的毕业典礼温馨隆重，今年600多名毕业生也拢抓着师长默默祝福，继续向前行。台中华新闻叶宏武和美采访报道。罗岗电力幼儿园伫咧图书艺文中心举办为期一礼拜的毕业班主题成果展，一同来去玩。内容有这干妈店啊、阿公阿妈的铜碗、甲蔬菜农场等等，拢是这个大班的囡仔真心的创作。幼儿园的小朋友是甲管理员吴仲元介绍因的面包店。这是什么面包？草莓吐司。这个是你做的？是哦，好厉害哦！咱拄只我呢参观过吼，看到真侪小朋友的创意吼，做了拢非常好，有握寿司吼，有咱这个面包车吼，这个面包呢做了拢非常的香，非常的好吼，看起来就是敢那足好食的种感觉呢。另外一头，阁有小朋友向代表张雅琴介绍因的寿司店，好食的寿司。鱼卵寿司。鱼卵哦，这个用什么做的？怎么那么可爱啊？吸管还有卫生纸跟一个黑色的色子做的。哇，你好棒哦！那你做的在哪边？这边。这边啊。哇，这是预饭团对不对？哇，好可爱，好像可以拿下。透过多元趣味的主题课程，提升囡仔的美术创意能力，也来看到每一位幼儿拢是小小艺术家。鹿港镇幼儿园到了这个凤凰六月的时候也是一个毕业季节。那这次我们这里幼儿园在我们这个图书艺文中心来做一个静态一个成果展，可以展现说这个小朋友的一个创作。那这次的主题是一同来去玩。那主要是呈现说同心同趣同玩的一个部分，那呈现说师生的那种呈现的一个作品那种氛围跟小朋友的那种互动，那呢透过这个呈现的一个展览，能够让小朋友跟师生那种感情，就知道说他们在这边学习的一些成果。那也邀请咱所有乡亲的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做一个观赏。鹿港电力幼儿园静态毕业成果展，目前正在鹿港图书艺文中心展出，到6月23号，欢迎民众来参观。一挂囡仔兄、囡仔姊的人生当中，头一回创意美术作品。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彩虹报道。新闻最后，咱来关心宗教焦点。陕西宜安宫主事黄富清说，旧历4月27日是王爷公的圣诞千秋。今年咱着拄着闰四月，庙方是特别邀请新美兴歌剧团来表演。除了大型的布景灯光以外，也阁有吊烟线甲瀑布等大场面，非常的精彩。陕西宜安宫主事黄富清说，旧历4月27日是王爷公圣诞千秋的日子。庙方往例会举办平安宴，今年刚好又拄到闰四月，所以庙方特别请剧团来庙埕做大戏，向王爷祝寿。咱这个宜安宫吼，建宫到即摆41年吼，伫这个10年前有做大戏，
哈，啊，今年的时阵吼，佫扩大举办，佫同款做大戏，吼，啊，都第多是第二届，伫19年前，吼，第二届有这个轮戏的，就讲这个是很难得啦，哎呀，啊，感谢各位哈，当来咱河南宜兰江吼，会当佫较这个红线更加兴旺。4月27日，就是黄先生先手。啊，咱正4月27日，咱是办桌请啦。啊，咱是做 KTV， 啊，你是做布袋戏，吼啊，是着咱哦，善男信女，啊，甲水台店吼来甲咱啊，来甲咱啊参加这个哦，这黄先生圣诞安尼哦，啊，足感谢安尼。防护沉水行为很好，庙方除了摆宴桌以外，阁当看到强盗顶头，阁有信众特别准备的行李、手套、塔等奖品，彰显虔诚的信仰文化。宜安宫的主神啊吼，是防护沉水吼，啊伊的圣诞是拢是每年的农历的4月27日，吼啊因为吼咱顶一次吼的闰月吼闰四月的时阵是民国90年，吼啊阁19年后吼都拄到今年吼。咱这几周年啊吼，啊，过来第二次的这个轮戏的吼，啊，过要后壁的轮戏的再过等了3-8年啊吼，所以这真正无容易，所以阮宜安宫吼，由阮主任委员吼，啊，以及吼咱总委员会，啊，过全地主吼，啊来用将来过来咱黄老先生介绍轮戏的系列。宜安宫这届专工请新美兴国剧团来表演。除了大型的豪华布景和灯光效果，还有吊威亚的布达戏和火药爆破技术，让大人囡仔看得真认真。希望借由安尼活动，招乡亲来庙埕看戏，让庙口文化有法度代代相传落去。多种花式文艺风舞，陕西彩虹报道。所以来关心户外空气品质，周末中部地区 AQI 指数都是良好，室外出外活动。另外，伫咧天气方面哦，即几天都是典型的夏季的天气，高温炎热，紫外线真强。所以伫户外，请民众爱加补充水分。我啊，各地山区有局部的雷阵雨。明仔载咱彰化气温是27至34度，落雨几率有10%。来关心其他地区温度预测。以上就是今天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您的收看，我是吴秀文，咱再会。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35HBOHD， 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现在转台，立即体验高画质频道。广告脱播最好的选择就是凯擘新频道，因为我们收视户最多，价钱最公道，宣传最有效，让您业绩抢抢棍，公司发大财。广告直播专线7119440。